要能让云溪重新活过来，这点小事不算什么。与你相遇的伏笔，请留神。你的原单还是给你喜欢的人吧。你就是云溪临时的化身，现在你就是云溪，我喜欢的人就是你，这当然不一样了。你想想，那杜康和汾酒都是死路，而你是带着零食来的。话本我也听完了，我们现在一拍两散。无处寻觅，在我心底，不知你。